来到台南，对阮来讲，看到古古的内容。啊，台南其实对四百冬来吼，一直吹敲吹做主的机会。四百冬的历史，予台南人对做主的迄个热情是上强的吼。所以今仔日看做侪富城的乡亲士大拢徛出来。啊，今仔日这个时间吼，十一月份、十二月份，都是南台湾气候上舒服的季节，所以气候也好。人也好吼，啊，希望做伙行，予台湾较有希望个。你会当讲一个，算讲台南有啥物公共议题，还是环保议题吼？我爱用公道，比如讲，有人讲台南市讲台南县讲即个行政中心吼，要刷到位，有人讲要用公道来处理，你会当讲一下？公道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民主工具啦。你比如台南有一个海岸路地下街。啊，这个工程一直都袂当完成，到底要吞起来，还是要做停车场，嘛会当公道。啊，台南县市合并了后，咱的行政中心嘛应该用人民来做管理。啊，另外台南县市海岸线55公里吼，对海岸线的管理、国家公园的设定吼，啊，加这个渔温啊的管理，其实足侪议题。啊，最近有一个议题，就是伫台南县东山迄个所在有一个粪扫场，啊，遐是水源区。到底要设粪扫场，还是要做水源保留区？吼，我想这交予人民来公道，上适合用喺家己的土地、家己的生活，人民家做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